啊，竟然有两种菠菜，选哪个好呢？可不能被选上。哎，选他，选他！啊，老叔，你咋那么不厚道呢？选你才对啊！你俩都是菠菜，有啥区别啊？因为我是尖叶子，他是圆叶子。听说啊，他是大棚种植的，产量很多，买他性价比很高耶。就你会说，我看起来是差钱的人吗？我就喜欢买贵的。糟糕，遇见一个真财主，我不想被吃啊。对，就得买尖叶菠菜，它比我贵，买它不仅符合您的身份定位，而且好吃。它水分多，褶皱又少，最主要的是它草酸少，口感鲜嫩软滑，最适合凉拌清炒。嗯，不错。哎，可是天气冷，不想做凉拌的。天冷就得选圆叶菠菜啊，这家伙啊，草酸有些多，口感有些干涩，但是炖汤最适合用它了。我才不想被吃掉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呢，选它。你选它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俩都不想被我吃掉，但是我今天就是要吃菠菜，你俩一个清炒，一个炖汤。